就是很吵很烦哦。是你，我觉得我们穿黑色跟睡衣的都不觉得啦。就是歪歪跟龙神还是歪歪跟哥，我想看看哥。因为认识到新朋友，开心哦！可以来到这个场合，因为解决了我的午餐，还有认识到这个。我没有想到我可以看到真正的 Allen 老师，一直都是在网络嘛，然后是真的没有跟 Allen 老师见面过、交流过，开心。我参观着你的 Allen 老师工作室都很不错吗？我希望之后如果我来 Allen 老师那边做报告的话，可以有机会体验到这些器材是怎么处理的。